我八百卖了嘛，500块买不下去吗？你这大只一只，现在讲超过百八百股，两只来三六啊，来500股。你想找？500块500股，500拢有啊？感谢谢谢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讲啥？刚才要讲什么我忘了？我想要讲啥？你回啊？啊？来讲，来讲，来讲，来讲啦！小鱼，不来几个，不来几帅，刚才两百两块，两百块，这个吧，就是木鱼皮，嗯，一口一斤哦，无鱼人，无鱼饲袂臭，大顿的煮姜丝汤，三西五花三面椒，一个一斤一斤，我咧卖100块，两块来三人啊，200块，这个我送200块，三百一块200块，来谢谢，感谢。会更啊，小姐。会更哦，会更啊。我快超几点了？8点。虾卷吗？来虾卷，来虾卷，阿伦虾卷好哇，好来。贵人吧，我准备吃虾卷。没没没，能罢工，来超前。来虾卷过来。来。200块虾卷，200块，这个更加200块，还要要不要200块？他们虾哩，还找找贵包，个人要吃脆皮虾仁卷的不？看到？他们刚才讲，还个虾哎，个人爱不？哎，200块脆皮虾，摆等一下来，摆啦，200块要不200块？找掉啊，200块虾仁卷200块，谢谢感谢。还加钱过？早安，早安。还个200块，200块。脆皮虾仁卷个现在200块。200块，这个200块，其他要来200块。脆皮虾仁卷200块。几块？200块。我200块，一股三股。好嘞，感谢你，谢谢。哎，有人要吃鳝鱼的无？大地鳝鱼有无？鳕鱼、鳝鱼的。哎呀！我们叫蒜叶嘛，那个三百鱼干那个，三百鱼一尾百五，大只哎，一尾百五，哎，安尼好嘞，我想要吃啥，你点菜个点，鲑鱼头好不？虾仁啊，哎，一尾百五，都加无啊？200块加弄个哩啊？我身体要挡住你，我很累。老弟，一直这样，鲑鱼头，高级，都可以。对，你站着就好，不要一直靠我，我很累。我搞百五，要挺住你啊！哎，蒜鱼。蒜鱼先来，等下我卖只虾仁看啦。蒜鱼不要虾仁。鱼骨不知道哦，鱼骨不知道。500块，最后一箱没有了，今天最好是收我。方便吗？我自己挑一下，解释多好。大地哦，格林人的鳕鱼哦，500粒，两地，第三地500块，四地来500，够。来加。蒜鱼够了，格林人的鳕鱼500块。椰浆鱼呀。蒜鱼。还香鱼，500块。够啦，后来我再收回，来500块。两地，三地、四地500块。二地，两公斤啊。够啦，我们吃鳕鱼的无？500块。爸爸在和美。500块。一、两、三、四，就这两地来250。伊啊，我来这边阿姨啊。无啊，这谁敢吃？还香鱼，今麦香鱼做出来较贵，还过贵一个月啊！香鱼就俗到那下更。来，还要再买300，你买了吧？300块，300块，300块。香鱼煮啊，煮成真的呀？用电煮啊？嗯，能。简单就袂啦。香鱼用电煮袂？你5只，1人6只，1人6只，1人7只，1人7只。哎，分分了了，一个八只，300块就香鱼，300块香鱼，现在300块，再弄个来香鱼，现在300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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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50了，哎，大姐，我来了，来，我买一个，谢谢你，我买一个，哇。
赶时间哩，哦，赶时间的来。300块，虾仁过来300块，上来300块。虾仁过来300块，上来300块。300块了。好啊。啊，虾仁过，等一下再帮你说。收饼现在在忙。好，暂姐，来个虾仁来300的。虾仁。要不要再来的？快。虾仁过来300块。这个就姐300块。虾仁。来个来。虾仁够，虾仁过来300块，虾仁300块，这台过来300块，够人还有虾仁，这台过来300块，还再过钱，还300的。哦，明奇忙到翻掉，终于碰上来是文章。300块，300块，虾仁够下来300块，300块，好吧，你看。300块虾仁过来300，太贵300块，虾仁过来300，三百两块钱，两三四十来捧走来，感谢您好来。请阿长走。来，安尼来，安尼来，一百条，一百条，好，再。泰国卡，泰国卡，一头包头的。泰国卡要结婚。哎，泰国卡来300块，300块了，大只的，大只的，一只泰国八几千。300块，这大只的。300块，冲了大包都还300块，那你看个够，300块，你看个够，他个卡个就借300块，头前头几个就借300块，他个卡个有无？过来过来，还300块，这都要多多，来再来哦，喂，这样够了没？看够了没？300块，他个卡个现在只太贵了，300块，章鱼脚过来300块。这个正平乌皮肉鱼仔，甲甜肉仔，正会流的哦。一尾仔要抬起来就上盖，无还阁50块，四只要200，五只六只300块，我照价给300块，你带来300块肉鱼仔，300块这旁边，200了啦，200块，免300了，200块肉鱼仔，200块，这谁敢吃？200块，这很老的，200块，肉鱼仔200块，我吃。
鱼肉红烧。我们吃肉鱼啊，无肉鱼。骨头啊，你哪里啊？你这世人啦，这种鱼仔一条骨头算啥福气？我保证你钓头奖，真的。
一条我是吗？人人鱼也同款，一包一公斤，两包两公斤。哦，跟恁是也同款。哦，这两包两公斤，只能塞四个人，可以无啊？两百了。我要两包，你铁板烧一定吃得到。两包，两包，我两包啊，这不是两包啊，不是啦，两份啊，安尼好啦好啦，最后一个两百五，安尼无啊好，谢谢，感谢你没有了，好来，鲑鱼头，小姐拜托，刚才那个帽子先生。有人要吃鲑鱼头的无？那装箱。有人要吃鲑鱼头的无？来鲑，我不是我，不能。这个也是对不对？对，这都是。有人要吃鲑鱼头的无？有无啦？无人爱哦。真好，都是渣。你无好想长地人打火三百呀？只有长地人打火三百。你有什么吃的啦？鲑鱼头啦。但是朱秘书，当现在餐厅一边烘起用烘的啦，用烘的一边偌济，一边开百八。这两边开啥人？女助手有脸书账号啊，加360啦。这两条啥人？这两条来开啥人？一人三条我来好不好？一人三条，一人三条我来。卖用开偌济？这三条上届无，我看你要只开500块无得吃，卖用开500，就400、300块。两百了。中第五市场好停车吗？来来来，应该算好停车啊。那附近有好几个，那附近有个停车场啊。两百了。收费停车场。几辆中国的货柜？老板车。两百块的。两百。两百块。两百块。货柜头200块。两百块。购物啊，货柜头过来。我盖卡贵大了，你还没货柜头拢二 L 你看。二 A 了，小姐兄弟，最后一箱了，大哥，天天看重复看，这样不要太常看了。大哥，几条光虾苗？我现在200块鲑鱼头，来一点过去嘞，200块。大哥，那他应该知道原住民对不对？他一定知道原住民对不对？大哥，原住民啊，有一集原住民的。啊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很少跟他去，我只想买。存几条光才好啊。我只知道整天在听到那声音很大声。哎，我讲，谢谢。原住民很好笑，那几下。我很少问他，我只知道每天在听放很大声。然后我要来买，就跟他讲说我要去买了。人站过来。这上被我划开，没人来，我明天再来改。秋皮不是开玩笑的，秋皮很健康，好不好？什么瓜哥？啊？秋皮是他。三倍，这三倍了，你等于来讲，没有啦，这细钱在你妈要做，中季了叫干贝，避免才会来一次，中季了叫干贝，你唔敢食边啊？这干贝炖袂，你这条干贝该用起了，这条干贝该用起来，这条假干贝，这就是备注啊，这条该用起来用菜，你搞用菜，这条叫干贝，干了食这条你就简单了，我问一届。这台我若招你买两包，招你买两包干，你干等于安怎讲？你知啊？我这台若招你买两包，你规气就去遐啊，水族馆买一个扇贝就有啊。哎，你听我说，我这台这是挂卡给你吃的啊。哎呀，哎啦，你是骑这台哦，我讲来。先冲啊，坐一个啊。啊。先冲啊，坐一个，还大盘溜啊。来。璇璇，你礼拜日再跟我讲，线上跟我讲翻一遍。一百了。礼拜日你在线上，看直播的时候你在线上，我在帮你了。100块钱。真的，你好。大锅就是。你还没收我钱哈？对，等我。好。拢无啊，拢无啊。都没有了。我给背起来，看嘛，现在啊，少了一下。问你打掉完蛋，哎呀，哎，带螃蟹嘛，螃蟹我怕惨，给你做几条。哎，今天啊，到底有什么吃什么煎？你今天搞讲哦，不搞讲我就等你回啊。啊，取一块，都到了呀。哎，有啊，最后存钱，最后存钱收你啊，不收拢我哩。吃袂了，无只300块，只半箱300。这300块才半箱，哦，还300块。好，来谢谢。哎，这海龟子有人爱无？有人要吃海龟子的无？海龟子的五斤，海龟子八无一斤的吗？你有好的海参豆，炒菜一份，炒高蒜苔，炒高蒜苔还无半包的啊？
回去同款，炒一下豆油，水炒一下高蒜头，炒一下韭，爱一样炒到遐个对吧？一包五块，一包五块啦。你个网购一包卖百五，一包百五，这两包开300块，这两包开300。好，轩轩，开第二个了。上线跟我说你要什么？收500。